看到最后这一个，来个大扇贝，母的，必须配上红油吃。有没有食欲？我明天我很想吃，太好吃了，就是母的。明天还买个屁！你天天买这么贵的东西，连500双鸡都没有，明天不买。此视频双鸡肯定会过500，对不对，老铁们？不拼是没有双鸡的，今天我再来拼一把，不求咱家老铁的双鸡，只求你们看得过瘾。少放一点就行了，我是知道厉害的，刚才差点把我呛死了。我的天哪！今天我再来拼一把，老铁都说我不吃辣了，不是我不拼啊，是我嗓子不行。哎呦天哪，今天我也来拼一把。下次我吃你拍吧，太辣了。来个生蚝串，这个视频我都不要双击了，天天给你们要双击，你们也不给，只要你们看得过瘾都行。一口梦想，你怎么又放辣椒面啊？没办法呀，我也不想放呀。你看你那嗓子哟。再放，再放，你真的死了，待会儿。不吃辣，真的没有双击。
太辣了。进来的老铁，如果你觉得我能吃辣，双击别忘了给我一个。来个醉泥螺，配上我们家辣椒。姐，这个视频你还要吃辣椒呀？老妹，没事。我去，我姐太难了，老铁们，你看在我姐这么难的份上，你们就给她个双击吧。弄个面条，等一下，加点辣。哦，太狠了吧！巨型汉堡上辣油，今天我来挑战一个三连爆，如果蒙一下，给我来个双击呗。不要，来两只超大爆头，必须上辣这一种。红红的两个小红人啊，能不能来个两个小双击？这个季节都有墨。我又来了，食物啦！哇，先来一把大的竹节蛏啊，洗个辣椒澡，能吃辣了一定来个双击啊，红红火火的这一种，不够辣，能不能一口闷？